现在就是听图腾节目感觉多数是投在人是投在地府下面，还有阿修罗道的较多，还有投人的也较多，是这样吗师父？是啊，投不修的人能投到什么好地方啊？都不修啊，你说现在有几个人修的啊？谁肯出家？出家是一个很高尚的，几个人肯出家？是，对不对啊？你肯吗？你出家呀？等你把什么事情都料好了，你肯定说师父，等我把事情都处理好了，我放得下，我也会出家，那不是废话吗？你出呀，你有本事现在马上放下呀。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要到天上去，要有大愿力的，否则怎么出家？